老温的花絮又来了，说啥呀？微辣、中辣、重辣、变态辣，你不用看了。对粉丝说一句最甜最宠爱的话。最甜最宠爱的话。说啥呀？好，来。对粉丝最想说的一句话是：我有超能力，超级宠爱你。咱们录一个充电提示音吧。辣的有等级吗？微辣、中辣、重辣、变态辣，我想你辣。啊，好好好，来。微辣、中辣、重辣、变态辣，不用看了啊。那就是我想来。你知道辣有等级吗？辣分微辣、中辣、重辣，还有变态辣。我是超级想你了。保存好哦，拜拜。